你好吗？我是伯利元，还是你可以叫我伯博士。我从那个 Wake Forest 大学来的。Wake Forest 大学在那个 Bay Carolina，在 North Carolina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。I am here，我在这儿那个待变 Wake Forest 大学，告诉你们，请你们来到我的大学读书，因为现在我们好多的中国人，他们差不多39从全部的中国来的，他们学 business，他们学 chemistry，他们也学 biology。他们在 North Carolina 就说好舒服，and 他们告诉我们，他们也很习惯了，and 也很喜欢。所以我常常去中国，看到那个中国的高中，请那个先生，那个高中的先生，请他们来到那个 Wake Forest 大学读书。所以我很喜欢，以后我要有一个机会认识你们，所以我们也可以请你到那个 Wake Forest 大学读书，谢谢你们，再见。